刘晓岚、田悠然、李长安，我叫谢一舒，沈耀，我来自俄罗斯，塔吉克斯坦、亚美尼亚，比利时人。以汉语为桥，让世界了解中国，让中文拥抱世界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欣赏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融入到自然和谐之中。一百万人同时抢购。在2021九月开始写中文。我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。早在童年时期，我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这里有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。我小时候看到了中文里面的汉字，我就对中文非常感兴趣。谦虚让人进步。中文的诗歌能够改变我的命运。用中国诗词细腻地勾勒出中国故事。我现在可以在中国学习，我可以站在这里给你们介绍这个故事。古色古香的景德镇很震撼人心，让我更加热爱中国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。中文为我们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。在这些故事后面体现出大家对于西安、对于陕西、对于中国一种浓浓的真挚的热爱之情。以文化知识为基础，达到文化理解，让世界听到你们的声音，让世界听到你们的感受。通过这次比赛呢，我希望我们的这个专业能够越来越好。2024，听时间，用中文讲故事，全球外国人汉语，浪费不社会，竞技张家界，风靡全世界。